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极乐世界29种庄严。前面我们学过刹土庄严、弥陀庄严，这最后一段呢是菩萨啊，观菩萨，观察菩萨庄严功德成就，有四。就是菩萨了四种功德庄严成就。到这个地方呢，才算把极乐世界庄严功德成就啊讲圆满了。刹土说了17种，佛说了8种，菩萨了有4种。菩萨是指十方刹土，诸佛刹土，当然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在内，所有与阿弥陀佛有缘求愿往生的这些人，往生的这些人呢，差别很大，最高的有等觉菩萨，最下面的有无间地狱，这些人总是与阿弥陀佛有缘。有缘是什么样子？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坚定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相信。第二个条件呢，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条件非常重要。相信不想去，还是去不了的啊。相信呢，真想去，有这两个条件。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告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呢，具足了。就像48愿呢，第18愿所说，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么第三个条件，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无量寿经》上说的，一向专念，这个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完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
这欧耶大师讲的啊，不是说念佛多少，念佛的功夫浅深，也就是说你的诚意真诚心足不足，那关系到往生的品位。果然真心必须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染污统统要放下，极乐是清净国土，没有丝毫染污啊！我们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不能带染污过去。那么这个问题呢，都在真心切愿上。法门说起来不难，你看，只要相信，想去，肯念这句佛号，条件就具足了。而实际上啊，也没有那么简单。啊，那我们就要懂得了，信要具足什么条件，愿也具足什么条件，念佛的怎么个念法，经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圆满，叫心经则佛土经啊，所以无量寿经的经体里头就告诉我们，清净平等觉，我们心地清净决定得生，啊，生凡圣同居土，用清净心念佛了，啊，清净心，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讲得很清楚，叫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这一句话，跟信愿持名完全相应，把功夫都带进去了。啊，这功夫是度摄六根，凡夫心不清净，原因呢，是我们没办法度摄六根，摄就是收回来，极乐世界是无上的法门呐。十方诸佛刹土排名在第一啊，这是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尊重赞叹啊，无量寿经上有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赞叹到基础了啊。那我们呢，这个心眼缘的是色，缘色的时候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我们的心被染污了。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境界无不如是啊。所以心往外头跑啊，连世间法里头都讲求实心啊。你看孟子所说的，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世间人求学问，学问之道是什么？哎，用大势至菩萨的话，就是都是六根收心的，心不要往外头境界跑啊。那要到哪里？收到里面来啊！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讲成佛之道啊，佛是怎么成的？向内圆，不向外圆啊。观世音菩萨怎么成佛的？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凡是回头，不向外，向内，向内呢就圆自性了。向外了，那个耳根呢，这是为外面的音声呢。这个说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也很简单，做起来可真不容易啊。向外缘的是六尘，你看色声香味触法叫六尘呐、啊，尘是什么意思？染污啊，灰尘。我们的桌子一天不擦它，这桌面上就有尘土。啊，这说明什么？染污吗？菩萨修行的功夫，无论是哪个法门，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啊，要用观世音菩萨的原则，就通通要回头啊，不能向外攀缘，要向内眼，向内见自性啊，见到眼根的根性呢，见性了，而回过头来缘闻性啊，鼻回过头来去闻香性。你看，不是色声香味六尘，而是色声香味的本性。本心就是佛心，本心就是自性，所以回头是岸呐、啊，回头就是啊。啊，这是佛门里面“回头是岸”的意思。啊，这一回头，这就叫功夫，你用这个心去念佛，就叫功夫浅深啊。人能够回头，六根回头了，见到自性，这种心念一声佛号，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声佛号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个功夫深了 啊，所以决定得深。
更深的呢，不单回过头来圆到自信啊，不再圆色身相法了。这个东西在大乘教里面叫见思烦恼啊，也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我不再圆它了啊，见思烦恼是我们凡夫天天怨他，可以说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啊。见烦恼，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一共十个烦恼。我们念佛带着这十个烦恼，这个心不清净，念佛功夫不得力，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啊，一面念佛一面分别执着啊，这样念佛不行啊。怎样呢？要把这些烦恼放下啊，至少念佛的时候不起妄念，这叫功夫。不念佛的时候也不起妄念，这功夫深了。真正做到不起妄念，刚才说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不是生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是功夫不到位的。啊，但是临终最后的一念是清净心，那一念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夹杂啊，是清净心。最后的一念是清净心，为什么呢？全放下了，决定得胜了。十八愿是临终一念十念往生，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呢？这是功夫啊，你到极乐世界就拿到的品位啊，所以这样的功夫当然有身心切愿。身心切愿是在讲两种人，一种受啊经教的熏习，时间久了，他有这个庄严功的成就；另外一种人，过去生中，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念佛。临终的时候没走，就没去得了，也就是临终的时候有妄念大现差障碍你往生啊，往生是在最后的一念，那一念是关键啊。人断气的时候，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
啊，所以这桩事情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念到啊，见思烦恼都断了，这样的功夫，往生就自在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可以走。我想佛来接引我，佛真来了。这是一般人讲啊，生死自在啊。啊，经中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啊，有事业心，有理业心。啊，事业心不乱，往生就自在了。这些理事无量寿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要读，要认真的学习，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那我们自己想，常常想，这一生我们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要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念念不能忘记啊，它才有力量啊。啊，愿变成力啊，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生净土真菩提，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们读四十八愿就明白了。啊，到极乐世界有多么好。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啊，此地讲的四种庄严，是学习环境，包括生活环境在其中。啊，于一佛土，这一佛土是极乐世界。啊，我们往生到哪去了？身不动摇。啊，身体决定是在阿弥陀佛讲堂听佛讲经说法了。啊，佛给我们讲经说法，佛以本愿功德，即无量劫修持的功德，加持给这些往生的菩萨了。往生的菩萨很快就开悟了。啊，烦恼业障自自然然呢就没有了，同时
这一些往生的菩萨们，即使是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最低的阶层。都得48愿加持，没有例外的。啊，第20愿里头，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大彻大悟的菩萨，这不是你自己到那里就开悟的，不是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虽然没有开悟，你的神通、道力、智慧、福报跟化身菩萨平等，所以你有能力便释放种种因果，有这个能力了，这还得了吗？啊，变法界虚空界种种因果是讲九法界，啊，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啊，十法界里面的九法界，菩萨声闻缘觉，下面是六道众生，给我们自己有缘的，啊，这一些众生，无论他在哪一道。他起心动念，我们都能收到。啊，他现在生活状况，我们也都能够看到。不管在哪一道里头，啊，到达极乐世界，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啊，六种神通啊，都圆满了。众生有感，你看菩萨就有因。啊，因干什么呢？去帮助他了，去教化众生，叫因化了。啊，什么身呢？化身、分身，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里头没动，听佛讲经教学，这个化身呢，遍一切法界，化身真起作用。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呢？就现什么身。啊，他有苦有难，真帮助他。啊，真的为他解决了，有这样的能力。啊，这应化。如实修行，啊，帮助众生呢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包括三大类：有思想的错误、言论的错误、
跟行为的错误。啊，菩萨有这个能力帮助你啊。啊，这是十方世界大菩萨也不少啊，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常作佛事。这一句话的范围非常之广。啊，佛事是帮助众生救。往生论上的偈子说，安乐国清净，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所以我们要以一念清净心往生，这话是真的。那个一念清净要平常养成，平常没有养成，临终时候呢，一念清净心，那是蓄势善根。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自己这一生当中没有培养，那么我们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啊，有没有好处？有好处。这个善根要生生世世去培养，去提升。那不定是在哪一生当中，再遇到净宗，啊，一念相应，那一念就往生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这一生成就了呢？那也许我不能往生啊。怎么知道我这一生成就？能知道，那就是你的心坚定，你没有怀疑，你万缘真的放得下，那你就你信心就十足了。啊，知道啊，这个世间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金刚经非常重要，金刚般若，无论修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能少它。啊，它教给我们关照啊，告诉我们四相是空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是真的。啊，四相能放下，就证阿罗汉果。后半部讲四界：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四见能破下，能够放下，就大彻大悟。啊，往生极乐世界，上辈往生。啊，我们要常常用金刚般若提醒自己，啊，帮助我们放下。啊，般若照见啊。照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照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不再执着了。啊，真能照见了。我们在此地日常生活当中，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啊，都能够受用，决定不放在心上，这叫放下。啊，心里头没有。我们修念佛法门，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啊，四相四见都没有。这个功夫深呐，是清净心深。往生就有把握啊！念佛人多，很多人不能往生。问题出在哪呢？出在放不下。啊，这是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我们警觉心要提起来。那就是将来我不能往生的原因。啊，真正求往生的，放不下也得要放下。只许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其他的全放下。这叫做佛事啊！佛是觉悟，真正觉悟的大事，就是放下，万缘放下。这弘法利生的事情，事要做，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心上没有，那就叫放下。啊，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要学三轮体空。啊，日常生活当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三轮体空。啊，通通不知足。世上有，世事无碍，心上没有，这就对了。啊，世上有，心上也有，麻烦就大了。啊，不能叫我们心上有。啊，这是真正佛事啊！吃饭是佛事，穿衣是佛事，工作是佛事。待人接物，通通都是佛事，不放在心上，全是佛事；放在心上啊，叫造孽呀！啊，善事放在心上，来生到三善道；恶事放在心上，来生到三恶道。就这么去了啊！所以心上。不能放这些杂东西，心上只有阿弥陀佛，来生到极乐世界。你看，这多清楚，多明白啊！所以极乐世界常转无垢轮，这一句是说极乐世界弥陀说法。那个地方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六尘说法，常转无垢轮呐。
啊，化佛菩萨热了。啊，我们见的佛同居土的，方便土的，见到的阿弥陀佛、化佛，我们自己于十方一切有缘众生呢，感应的是化佛、化菩萨。啊，为什么这个众生他要想求佛身来度他，哎，你就化佛身，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度化之。他想菩萨的帮助他呢，即现菩萨身度化之。啊，化什么身不是自己意思，是对方的意思。对方求佛菩萨是有心，佛菩萨去应是无心。这些往生到极乐世界菩萨，他们的应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心，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他才能化无量无边身呐，才能够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呐。啊，如须弥住持故，这是比喻。啊，像须弥山，须弥山清净，四宝成就的。啊，这四种宝是黄金、白银、琉璃、玻璃。啊，这四宝，琉璃我们中国人叫翡翠，绿色的玉。啊，玻璃，古时候没有玻璃。佛经上所看到玻璃的时候，玻璃还没有发明。那玻璃是什么？水晶。我们现在叫水晶，古人叫玻璃。啊，都是清净无染呐。啊，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开诸众生与你化故啊，众生在六道，六道是与你啊，莲花化身啊，这一句就显示出来菩萨度化众生用什么方法度，用心愿持名啊，让这些众生觉悟。心愿持名就是大觉悟，他要不觉悟，他怎么肯心愿持名？心愿持名一生往生就成佛了。功德成就啊，等于明心见性啊，等于法身菩萨啊，这是说菩萨身不动啊，身心都不动啊，有能力在十方世界常做佛事啊。
啊，第二，一切时一心一念，悉能遍知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这跟前面的意思是深了一层。前面只告诉你，极乐世界的菩萨身没动摇，在讲堂听经说法，有能力分身，应一切众生之感。啊，菩萨能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去应，这应化。啊，说这桩事情，更进一步告诉你的，一切事，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处所，一心一念。这个地方着重在这个叶子，一心是真心，一念是正念。八正道里面说正念啊，一念是正念的，一心是真心。真心遍法界虚空界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此地说的一心一念。啊，六祖之开悟没有别的，也是一心一念。我们现在心没办法知道意思，啊，我们现在是三心二意，六道众生啊，三心二意是我们用的是妄心，啊，三心，阿赖耶，摩那意识。叫三心，二意呢，就是第七识叫一根，第六叫一识，二意。啊，我们今天全用的是三心二意啊，没有用一心呐。佛在经典里头，大小乘经典都说，智心一处，无私不办。也有经上讲，止心一处，只是停止，把心停在一处，无私不办。这个意思呢，用真心。用真心就成佛了。用真心，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通通显现。啊，妄心，妄心是障碍。把自性的智慧德相通通障碍住了。并没有丧失。只要一心，障碍就去掉了。啊，那么学佛，说实在话，学佛学什么？就是学修心。孟夫子所说的，求其放心而已。我们要把这个放心，放心就是妄心。
就是妄念，把这个东西收回来，收回来放在一处。啊，净宗的一处就是阿弥陀佛。心里头果然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问题全解决了。啊，是念佛，如果用禅宗的祖师勘验学人的话来说，你会念吗？禅宗是你会吗？我们今天讲，你会念吗？会念就成佛了，会念就得一心不乱了。啊，会念就是至心一处，这会了。问题真解决了。这个境界不是得不到，实在说呢，我们还是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事实真相是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什么是邪，什么是真？啊，什么是祸害？什么是福德？能够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假的自然就放下了。啊，让我们心里头只有真的，没有我的，啊，没有邪，这个修行功夫就真的了。从哪里下手？从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下手。为什么？那是根本。啊，大乘修行，小乘也不例外。第一个破身见。啊，破身见就是自私利。众生都把这个身是看作我。造一切业都是为我。啊，为什么造业？妄心当家。那当家做主啊，什么心啊？贪心，自私自利的心，那就造无量无边罪业。如果善心做主呢？啊，是善心做主，造的是善业，不贪不嗔不痴，不杀不盗不淫，善业。善业放在心上，三善道受报。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贪嗔痴慢疑这个恶业不能要，放下，恶业恶报没有了，这善善道干的好事也别放在心上，啊，善善道也不去受报，善善道享福嘛，也不要去受报。
清净心就显现了。那清净心跟清净业相应，心净则佛土净，自自然然跟极乐世界相应了。啊，我想求生净土，这就决定得生，你的条件统统具足。啊，所以要断我，不着断我的相；要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心里面的相只有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常常存这个念好，这是大乘菩萨。啊，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里头与我有缘的众生，啊，我要以种种方便帮助他们。啊，修行所作，灭除一切众生苦，不为自己，啊，是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才真正做到三轮体空。三轮体空，你所造作的全是功德，庄严功德成就啊！啊，世间人修福德容易，修功德太难。这是环境习气所造成的，我们做的事情不能不落印象啊。落印象就是被污染了。清净心里头，不但善恶没有，染净也没有。自心清净心一发不立了，不着有啊。不着有之后，一发不是，不着空啊，空有两边都不着，真清净，真的明心见性了。有着就错误了，啊，不着就对了，啊，小乘人。他保持自己心地清净，他连善也不要了，不修了，所以叫做偏真涅槃。他修偏了，他不圆，所以只有自利不能利他。啊，心量永远脱不开。菩萨的大慈大悲，他没有，他有慈悲，他不是大慈大悲。啊，菩萨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
那么一切时，一心一念，一心一念里面还有很深的意思，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就在当下了。感应道交啊，就在当下。《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个话，我们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还是看到科学的报告。啊，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科学归纳为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精神叫意念的现象，啊，念头；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是波动所形成的。啊，那这波动频率多快呢？一秒钟1600兆，确实它就摆在我面前，可是我们就见不到。啊，我们的眼睛不行啊，速度太快了，我们变成看不到了。这话真的不是假的。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我们这个眼睛捕捉不到，就是根本看不见。啊，它存在，而且跟我们从来没有分别过，就在眼前，也可是就在我们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身体、肉身是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精神现象。啊，外面境界上这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全在我们当下，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可是一辈子不但没见过，想也没想到过。啊，在《坛经》里头，慧明法师开悟了，问六祖一句话了：“还有没有什么秘密的？”六祖回答他一句话是：“秘在耳处啊，秘在你那边的，不在我。”这就说明了，大乘佛法里头根本没有秘密。啊，秘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心有染污，有障碍。体会不到真相，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啊，闻不到，手接触不到，念头也想不到，这六根对他，对这种真相、事实真相都不起作用。要怎样才见到呢？定功，至心一处就见到了。啊，那么至心一处的标准，我们在大乘经里头也能体会到，标准是什么？八地菩萨，八地以上，确实，这个心呢，永远收在一个地方。
他那一个地方是大般涅槃，清净寂灭啊，他不是收在阿弥陀佛，那个难呢，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把这个心收在阿弥陀佛，这个心啊，这真叫啊，方便当中的方便，善巧中的善巧。没有这一门，我们这一生不能成就。啊，有了这一门，我们才有指望啊！啊，这个法门我们做得到啊！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做不到啊！啊，怎么可能有八地菩萨那样的身定？啊，念念不忘苦难众生啊，是寂言无垢庄严光啊，极乐世界确实在这个境界里头以光作佛事啊，光明就是智慧啊，智慧解决一切问题啊，知识不行啊，一念即时普照诸佛慧，利益诸群生啊，能够在一念一时普是普遍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大会，诸佛会这个意思很广很深啊，释迦牟尼佛这一会是娑婆三千大千世界啊，极乐世界菩萨可以到达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里头利益诸群生，这个群生是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曾经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阿赖耶识里就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就叫有缘。有缘众生太多了啊，虽有缘，缘不成熟，不成熟的要不要照顾？要加强他，帮助他成长。不能往生啊！什么时候成熟了，什么时候就往生了。我们要懂得这一桩事实，我们的心里就很安慰啊。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缘。不但有缘，缘还相当深啊！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决定会往生，总有一天你决定的生啊！希望呢，这一生往生行吗？行，只要你把啰嗦丢掉，你就能往生。你不能背负着这个，背负着这个极乐世界进不去，一定要知道那是清净国土啊，不可以带着染污进去
啊，真肯放下的没有一个不往生。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缘成熟，放下缘就成熟了，没有放下，有缘不成熟。彻底放下，你身体都不要了。啊，最近我们还遇到一个同学，现的是不思议的境界。啊，也是得了重病，没断气。啊，他的家亲眷属看见他坐着莲花往生了，他打电话来问我。这怎么办？可不可以相信？不是一个人呐，至少有四五个人看到。啊，真的坐着莲花往生了。啊，现在还没有断气。实际上可能早就断气了，他现在用的是人工呼吸，帮助他人工呼吸。那人工呼吸拔掉的时候，大概就断气了。啊，实际上他早就走了，是你们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让他好像还在呼吸的样子，他早就走了。啊，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舒适？啊，我就告诉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你母亲修行不是这一世，世世善根深厚啊，今生善根成熟。啊，不然不可能有这个现象啊！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现象，或是有冤亲债主附身，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冤亲债主附身是扰乱的，他怎么能坐着莲花走？坐着莲花走了，冤亲债主应该早就离开了。啊，这个现象完全是机械在操作作用，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不要留念。这种亲情很难断啊，尤其是兄弟姐妹多啊，我就告诉他，那是确实往生，不是假的啊。那么他很慈悲，给我们做这个事情，让我们了解有这种情形，有这种啊，真正往生家亲眷属啊，给他用这种机器维持这个呼吸，有这个情形如果是明白的人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身上插的那些管子那多难过啊。啊，让他走得很舒服。
走得没有痛苦，很自在，这才叫真正孝顺。第三，与一切世界供养恭敬，赞叹诸佛如来功德。这是修福啊。佛家讲啊，众福田呐，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福田有几种。第一个是恩田，父母啊，供养父母是修大福报啊。现在很多人对父母不孝，不知道供养父母啊，不知道供养父母是这福啊。比如说你有100年的福报，因为不孝父母，50年福报就消光了，就没有了。啊，严重的不孝，可能100年的福报啊，20年就没有了，就消完了。这世间人不懂啊，很可惜。啊，孝养父母，那个福报会增长啊。啊，这大错特错啊。啊，这个第一种是恩田的父母。啊，第二种是悲田。慈悲也，帮助苦难众生。第三种是敬天老师，就是恭敬三宝啊，对佛菩萨啊，恭敬是佛。福田有这三类耶，遇到的时候都要真正去修啊。啊，遇到贫苦有灾难的人，应该全心全力帮助他，啊，去救济他。修福，慈悲济世啊，谁做得最圆满？诸佛菩萨做得最圆满，为什么？他有智慧啊，他知道哪些是真正的福田，有智慧啊，我们要知道供养恭敬赞叹诸佛如来，这是修无比殊胜的福田啊！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尊佛呢？去供养他的，找不到啊！名山宝刹里头去供养，都是泥塑木雕的佛。不是真佛了，所以你要修大福报，还得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才有这个机会。
你能够与一切世界，这一切世界像前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在极乐世界，你能够分身，同时。一念呢，分身到一切诸佛刹土，到那去呢，去拜佛，去供养，去赞叹，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看佛慧双修啊！极乐世界的人修一天。我们这个地方修无量劫，为什么他一天能供养那么多，供养无量无边诸佛，我们一个也供不供养不到，不但佛了，连一个阿罗汉一个须陀洹都接不到。到哪里去修福？有人说，现在科学技术进步啊，我们的生活都改善了。其实，冷静去想想，我们现在人生活，不要说都30年前，跟30年前的人比较一下，冷静去想想。是我们的福报大过他，还是他们的福报大过我们？30年前的人福报大过我们。为什么呢？他活得快乐啊。我们现在活得痛苦啊。至少30年前吃东西没有人不放心啊，什么都好吃。你看现在吃东西不放心啊，这也有毒，那也有毒。你看变成饮食不放心，提心吊胆，这个多可怜啊，这怎么能跟30年前人比？30年前我到香港来讲经，这些同学们带我香港到处去玩，随便到哪里小摊子上我就吃东西，吃得很开心。现在要怎么样呢？现在要到5星级酒店去吃东西才放心，那贵得不得了。怕说摊子上不干净啊。我们吃素食比较好一点。要吃动物肉那更不能吃啊。我曾经去参观一个大陆的养鸭的一个基地。在山东。这里面工作人员在里头滴了一只小鸭放在我手上，跟我手掌一样大，这么长一样大。他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小鸭出生几天了？我的估计总得10天呢才能长这么大了。至少7天呢。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吓了一跳啊。我说
你这个鸭子养多长的时间拉出去卖呀、2个星期，这还能吃吗？完全用化学饲料喂它的呀，不正常啊！所以吃这个东西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古人所说的“病从口入”，服毒嘛。啊！我当时告诉我们些同学，不但肉不能吃，鸡蛋、鸭蛋都不能吃。你看看它是怎么长成的？啊，完全违背了自然生态啊！啊，自然是最健康的，违背自然生态，那就是最不健康。我们想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饮水吃饭都担心，怎么能跟30年前比呢？30年前地球的染污没这么重啊，已经有染污了，还不至于到要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染污，回想30年之后怎么办？有科学家说，30-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居住了，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方法生存。那所以，上一个世纪70年代，汤恩比是大声疾呼啊！希望恢复从前人工的农耕啊，不要搞这些机械化，更不可以搞农药化肥。非常有道理啊。啊，市场上食品，越是好看的，越害怕。啊，也是环境逼使我们。我们自己搞农耕了啊，在澳洲我们自己种菜，自己现在种粮食啊，希望我们到场能够自给自足啊，不能依靠啊信徒供养啊，不能依靠这个啊，要依靠自给自足。那我们不会耕田，我们请农夫啊，给工钱给他啊，1个小时多少钱？给工钱给他，他替我们耕种啊，收成除了我们自己吃的之外，啊，多余的到市场上去卖，卖的钱付工资还有剩余，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做啊！啊！中国古时候，这个寺院经济它有固定收入，啊，在那个时候
施主供养寺院，要供养常住啊，是土地供养啊，他有多少田，多少亩地供养，他有山啊，都可以生产啊，所以这些山呢，跟这些田地给农民去耕种啊，收成的时候跟他分这个样子，寺庙的经济它有正常收入啊，不依靠供养，不依靠金蝉佛寺，所以在古时候没有金蝉佛寺，他不必要，他的生活非常安定，所以修行功夫得力了啊。现在我看一般宗教都有这个麻烦，没有正常收入啊，所以他心定不下来啊，心不能够安定，这个道怎么个修法？当然有问题。啊，中国古时候有五亩土地，一家人的生活就没问题。啊，大家庭多支恒产的，恒产就是土地、田地。啊，普通一个家庭总有上百亩的土地，所以他有相当可观的收入。生活安定，社会就安定，啊，不会有动乱了，啊，所以这是讲修福，修福修慧，也要到极乐世界，啊，既言于天要化矣。庙像等供养，极乐世界生活所需，不需要自己劳力，怎么天上掉下来？这个好事哪里有啊？只有极乐世界有。啊，你需要什么？天上就会掉下来，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嘛，雨天，雨从天上落下来啊，落下来什么？天药、阴药啊，花衣妙香啊，天药是悦耳的，耳根的享受；花衣呢是身的享受，身体的享受；香呢是鼻的享受。举这三个例子，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种享受啊，都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四农工商啊，没有人种地啊，吃的东西从哪里来？不需要，你想吃天上会掉下来
不想呢，不想就没有了，真自在呀！哪像我们这个生活这么累呀？啊，一天忙到晚，忙不完呐，多辛苦啊！啊，极乐世界人悠闲，什么事都没有，他们就是听经、讨论、念佛，啊，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养，供养要带的礼物啊，礼物随着我们念头。想要什么礼物，礼物就真的天上掉下来，你手上就托到了。啊，赞诸佛功德了，这赞佛无有分别心，每一天。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妙啊！啊，我们看极乐天人的生活，极乐天人每一天他们的学习，每一个人的志愿。都是成无上道，成佛，而成佛呢，一定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大家的典型，是大家的模范。啊，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真真不可思议啊。啊，幕后这一条，设法一切世界无三宝处，这一定很多，不在少处啊！住持庄严佛法三宝功德大海。没有三宝的地方，他们去啊！那么他们去，不要讲别的吧？怎么就用地球上来看？我们地球上没有三宝的地方很多，他为什么不去呢？这个地方要知道语言的关系，众生有语言就能感动三宝出现了，众生没有语言他就不来呀、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三宝不能出现，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想念三宝。我们读了这一条，自己应该要晓得。我们学佛了，做佛的弟子，尤其是做弥陀弟子，正法求助，弘法利生，觉悟众生。是我们的天职啊！我们要念念不忘啊！
啊，没有三宝地方，我们帮助他，我们带给他。啊，把佛像、经书，啊，现在讲广碟，啊，送到那边去。只要有一个人学，那个地方与佛就有缘了。有缘的人慢慢多了，佛菩萨就会到那边去实现。啊，所以住持，到哪里去住持啊？没有佛法的地方就住持，去送佛法。啊，当然这个地方得有人接受，至少啊，有一两个人接受。啊，在那个地方呢，慢慢就能兴旺起来。啊，这是无量无边功德。用海做比喻，功德多大，像大海一样。便是令戒如是修行，便是普遍。啊，是。示现，帮助他们了解佛法，啊，认识佛法，啊，帮助他们如实修行。真修啊，从哪里开始？从福慧开始。戒淫初期，头一个是福报。啊，这是什么？他不会拒绝的。啊，怎样求福？怎样修福？怎样会得到真正的福报？要把这段事情告诉他。啊，这是极乐菩萨的庄严功德庄，功德成就。啊，极乐每一个菩萨都有这个心，都有这个愿。啊，庄严佛陀的心，庄严阿弥陀佛的心，庄严众菩萨的心。啊，记子里说，何等世界无？哪个世界没有三宝？啊，佛法功德宝啊，这是连到下一句的。什么世界没有佛法功德宝？我愿皆往生，是佛法入佛国。啊，菩萨愿意到那里去往生，没有三宝的地方。往生到那个地方，示现佛法，如同佛应化在那个世间一样。啊，好像3000年前，这个世界上没佛法。释迦牟尼佛降生，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
这个世间人不认识啊。啊，不认识佛着急了。啊，没有人来请，没有人来求求法，那他只好走了，叫入半涅槃了。正在这个时候，被四禅净居天人看到了。啊，净居天是第四禅无不还天。啊，这些人是修行人，他们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间，赶紧下来。啊，他们有神通啊，能变化。啊，变成凡夫，啊，在菩提树下求佛，啊，求佛住世，求佛说法，转法轮，啊，释迦牟尼佛答应。净居天人修了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啊，释迦牟尼佛从定中起来，到落叶园去找五个同伴。这五个同伴跟他都有亲戚关系。啊，他出家，他的父王派这五个人跟随他，啊，照顾他，他就为五个人说法。落叶园三宝具足了，看有佛，啊，这五个人闻法就。啊，有法有神，三宝出现在人间呢。啊，所以学佛确确实实有一些出家人很入法。啊，在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没有佛法，到哪里去？传法利生啊，但是也都要缘分。缘分里头最重要的，自己先要修好。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教育别人，先教育自己。啊，自己要没有识德能。我们教化不了众生呐、啊！啊，具足识德能，我有能力教化。啊，真实，真实是菩提心呐、啊，真心呐、啊，啊，德是戒定呐、啊，能是智慧呀。啊，我们自己要勤修戒定慧啊，尤其是先前这个世界啊，众生有病了，你得知道他有些什么病，病从哪里得来的，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那方法就是药啊，这个药让他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这才能救得了众生啊。啊，后面这总结，进入愿心，心经则佛土经呐、啊，庄严佛土功德，庄严佛功德，庄严菩萨功德，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因之。啊，我们要发现。庄严佛土，庄严佛，庄严菩萨。啊，心法了，都要做到。啊，应知此三种庄严成就，由本四十八愿清净愿心之所庄严。啊，因净故果净。非无因他因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修净土，因要清净，果呢？果是极乐世界，果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清净，无比清净。啊，清净怎么清净法？放下就清净了。古人说放下就是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见出家人张家大师，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佛门里面有没有简单、容易、直接的方法，让我们契入佛境界？啊，老人家告诉我六个字：有，看得破，放得下。啊，看得破，了解事实真相。啊，放得下。首先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放下，啊，到最后我们深入经藏了，晓得，啊，佛跟我们讲的真正的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圆满成就了。圆成佛道啊！啊，从哪里放？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正接触的时候就是放下的时候。这叫真修行啊。大师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没有别的方法，就这两个。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一直到如来地，一点都不错。啊，我们每天学习，知道一点就放一点，天天放，这叫见悟。见舍、见修、见证，啊，像慧能那样的人，那个我们做不到，那是顿舍，啊，他一明白就彻底放下了，就放干净了，啊，这是上上根人，啊，这不是普通人，啊，他同时放下，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
啊，所以成佛在道理上讲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看破了，是不是真放下了啊，如果是真的，当下就成就了。啊，世尊跟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那我们做不到，做不到走渐修的门，像爬楼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也能爬到最高峰。啊，顿悟好像他不是爬楼梯，他坐电梯，他一下就上去了，啊，很快就上去了。啊，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我们走渐修，啊，希望年年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天天有进步，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圆满功德，啊，这个四十啊二十九种庄严。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往生论天亲菩萨的报告啊，是他老人家修净土啊成就的报告，是我们的最好榜样，修净土的好榜样。这部论是三经一论当中的。啊，可以说它是属于行门啊，三经是解门，这一分东西是行门，它怎么修成的啊，提出这个报告非常有价值，我们应当要学习，将来如果有机会，我找个时间，我们细细的来学习一遍，那个时间就要长一点了。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